佛教鬼王宗之女碧瑶，以伤心花与金盆湾柳对抗邪教。黑心老祖强大的力量都是我的，无需挣扎了，乖乖做个炉鼎吧。我是要让您老大俗葬身之地，一生守候，一世情缘，至死不渝。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魔？既然相爱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如果他们非要杀你，那我宁愿放弃这身份，与你生死不弃。3月24日晚间9点，《诛仙手游》《诛仙青云志》在中视。